太吓人了！这游戏打开直接电脑爆炸了，我的妈呀！打开这游戏电脑直接砰当一下，我那显卡转速直接翻了20倍，我都震惊了，我这也太恐怖了！游戏没玩上，差点电脑炸掉了。感谢清水以为人证和世界是不是胖送的点亮。离大谱真的离大谱。这么恐怖的，调低点行吗？不要超高质量了，我吓着了，兄弟，来个质量就行了。电脑都炸掉了，你还超高质量的，给我吓着了。哇塞，难怪他们这个，我看里面喷说这个人脸的设定简直恐怖的。像恐怖片一样，是蛮扯的，确实蛮扯的。哇塞，这游戏的人脸设定，我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差评，我。这不是审美问题了，这恐怕东西方完全都接受不了吧？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风格了？我不懂这是什么风格呀。随便选一个吧。学者、血统、遗传、故事。不用捏脸了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被吓到了。谨慎的难民开始。不要了，随机来个名字吧。Patrick， 那就 Patrick 吧。Before time itself, the realms have existed. Born of 这昨天看的夜鹰传说呀。We opened the first gateway to our endless Feywilds. 这个屎不尝，有人要问的呀。他说新出的屎你看过没有？你得尝尝，现场让他看了，然后他就死心了。看还是要看的。谢谢和一哥顶肚皮离谱送的点亮。谢谢塔蒂古的懒着币心跳灵神和自愈送的点亮。这种开头的叙事风格已经看腻了，真的。游戏玩的多的这种玩家，这种开头叙事风格看都不要看。什么东西啊？继续旅程，加载中。谢谢灵神之玉LLTail送的点亮。Let my words steer your steps。第一人称，怎么换视角啊？怎么换成第三人称 ？V，F，F 是掏拳。还有上勾拳的，右键是格挡 ，F5 可以换视角。哦，这是格挡，左拳是 F， 右拳是左键。Now, fleshling, with a wonder you lost in our Feywild。我是拳击手吗？我跑起来怎么是拳击手的跑姿啊？创建角色的界面，他播了一个小时啊！感谢爱吃西瓜送的点亮。Shadows abound. Yet I come with an offer to guide you to a safe. Take these bloodstains. 哦，这界面 UI 确实蛮丑的。Give me your hand. Hurry on the travel to the. 好多玩家说进来跑进来一看，这界面 UI 简直恐怖。20年前、30年前的。前去探索森林引导界域。打开监狱卡片机，森林卡片，开启传送门。Fly, Realmwalker. The fiends have caught your despairing. 这游戏光看宣传片的话，看着还不错，没想到里面的内容跟宣传片差距如此之大。谢谢住在山那边的海贼和伊巴和矿泉水送的点亮。干什么？你可以急着被班长爽啊啊！急着进打牌的世界被班长乱爽了，好好看，这读牌要读这么久啊，我受不了了。
大哥，你这count thyself among the nightingale, the gift with the man in the interim. Oh.获得一些浆果，浆果是这个吧？哦，吃了，浆果吃掉了，搞一些碎石，搞一些木头。游戏名叫夜鹰传说，这里看着感觉还可以哎。UI 怎么会做的这么臭的？没想到石头能直接建模，这人跑的有点傻，我的。角色设定、建模全是答辩，我。场景看着还可以。对啊，人物建模、角色人设这种场景弄得还确实还可以。瞧着没，居然没有特别糟糕。再获得五个野生浆果。好起来倒是蛮快的嘛。这小树是这样好的。战斗你就知道这个屎为什么这么难吃了。好，我玩到战斗。先造个萤火，按鼻键。暴露飞沙。烤浆果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看着怎么有点像在尿尿的感觉。浆果为什么要烤啊？我不理解啊。这 UI 是谁做的？这 UI 做 UI 的绝对可以开除了，绝对可以开除了。太臭了，这 UI 做的太臭了。食用烤浆果，不是按六食用吗？按 F。我怎么又变成拳击状态了？发现了烤肉。We must cap them. 找到该建议的传送门，前往探索沙漠界域引导，就在前面了。跑起来真的像拳击手打拳的那个姿势。哎呀，突然又变了，突然又变一个二愣子跑步了。这不是传送门吗？前往探索沙漠。优化确实好像有点吓人哦。哦，这是沙漠卡片，已经可以去了。差评啊，简直差评如潮啊！但是先进去看看，不着急。谢谢混云混的勇者李云龙，感谢阿扣阳和陕西在逃肉夹馍，谢谢上课别吓老师嘴 NP 陈送的点亮，感谢阿的四个音符送的一个点亮，谢谢快乐来瓶可乐，感谢一点送的点亮。先找到帕克。
人设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啊！不知道谁做的人设能做这么臭啊！木头帐篷需要植物纤维和木棍，让我直接放，我直接放了。自动添加材料，我要再印一下，不然会炎热，不然会炎热的。老头环预告片有什么好看的了？我从来不喜欢看这种什么预告片的，游戏掏出来直接玩就结束了。这种东西我觉得一点都没什么好稀奇的，我的，还特地等到什么凌晨几点去看这玩意儿，有必要吗？一点都没这必要吧，完全没这必要吧。植物纤维需要6个，沙漠里植物纤维少啊。2024年了还流行看预告片吗？哦，这里是战斗了是吧？到底把帐篷做出来，没帐篷有点难受啊。宣传的时候看着确实好像还可以的，跑进来一玩被玩家喷出屎了。我还没有感觉到它最屎的部分，我要再感受感受，还得再感受感受。最屎的地方还没感受到啊！游戏画面还可以啊，实话说，这游戏画面还可以，没有特别糟糕，不是那种特别糟糕的画面。又炎热了，角色又炎热了，好像脱水了吧？它这个炎热设定就是人必须得在阴影状态下，如果被长时间日晒，不知道炎热叠满了会不会烧起来我。不是这种预告片，你熬到凌晨两三点去看有什么意思了？没必要的呀，一点必要都没的呀。明天这个预告片你随便刷个手机，满世界都是，你想刷不到都难，对不对？大伙都知道的，该睡觉睡觉，该休息休息，又不是说凌晨两点钟发售就可以玩了，那值得一熬啊！凌晨两点直接发售能玩了，那必须得熬一下，必须得第一时间玩上。哦，看个预告片看到两点钟，明天满世界随便乱刷视频都能刷到，像就刚才说的嘛。没纤维了怎么办？我的天哪！晚上11点吧，掏一会儿，然后等别人发布了，然后点进去一看不就好了呀，对不啦？没错吧？这有个树精，我的。我是觉得没必要特地去守着看这东西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植物纤维初制有3个。木棍特别多，有没有吃喝的东西啊？这游戏画面疯狂掉帧，没有啊，帧数挺稳定的，左上角120帧，实事求是嘛，是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不行就是不行吧，行就是行吧。掉帧没疯狂掉帧，这帐篷不做出来，炎热满了会怎么样？哦，就是显卡配置低的情况下会出现这问题，对吧？那就是它的那个了。我进入了过热状态。鲜花芦荟，我需要鲜味啊，鲜味。这什么怪了？这是。这地方居然有个湖水，进去感受一下。水边全是咸味，能喝水不？有潮湿了。左下角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啊？又潮湿了，难道还要去太阳底下晒一晒，把自己晒干？这游戏建模真的不知道怎么想的。木棍帐篷放置，
这样吧，进去应该可以做了。他怎么做出来算是？哦，过一会儿就做出来了。现在搞一个睡袋，倒是也省了建造动作。那帕鲁好歹有个敲锤子的动作，对吧？有个进度条，他是直接都省掉了。画面倒不算很差，画面真的不算很差。但是可能配置低的话，画面就不太行了。要休息到舒适，小憩一下。我再睡了一间。哦，我好像确实在睡了。不是，你这个睡你真的有点过分了。左下角的那个就是精力值在增加，然后人也没躺在床上，就是虚空睡觉嘛，这有点过分了。我说实话，真的有点过分了。这虚空睡觉吗？这是临时的猎刀。没必要搞成这样吧，这有点丑陋了，这个有点丑陋了。不是，前面的东西都有图标的，这儿怎么都突然图标都没了呢？好奇怪啊。这算直接做出来了吗？哦，做出来了。我难怪这游戏的 UI 被喷出翔了。镰刀、猎斧、木斧都能做吗？都能做就都能做呗，好像都有。刚才挖了一大堆，好家伙，换武器的都没有，是瞬间出现的。我去打个怪试试啊，据说打怪会让人退游，我来感受一下。我体力值在什么地方？20是我的体力值啊。左下角是我的体力值吗？还有7点，是这个吧？还有6点吗？不知血条不会变短的，这谁想出来的游戏啊？太好了，我玩上魔兽世界2了，太牛逼了。我好像还剩4点血啊，我跟你拼了，臭蛋。靠我灵巧的盗贼走位，我拖死你。还剩3滴血吗？怎么回血啊？要用镐子挖一下。我这是镐子不？一阶什么人偶城堡是什么东西啊？要把它敲开才能捡。我没血了怎么办？我只有2滴血了，我是不是该去世了？有没有可以让我活下来的东西啊？我看左下角是2滴血了。生命值2，体力值35，希望值9，生命值1分钟恢复18点，体力值每秒恢复7点。我睡了吗？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在睡。不是，你这游戏睡不睡都看不出来的，你这有点离谱了，兄弟。这好意思拿出来卖钱吗？好歹做个动作吧，我都不知道我睡没睡。这让我很惊讶，我很惊讶。我是不是该吃饭了？这真的让我很惊讶，我被惊讶到了。需要一些碎石。不睡觉动作都没做出来，然后就拿出来卖了，这样不好吧？这好歹是2024年，我都仿佛穿越到了这30年前了，我。你别说，他这植被做的还可以的，真的有一说一，他这游戏的植被做的还可以，感觉还是蛮精致的。就是其他的东西实在是吓人，实在有点吓人。宣传片看着有模有样的，还以为是什么牛逼的大作呢。一看价格也还不错，90块左右，一进游戏吓人一跳的。
从各方位全方位吓着你。太可怕了，实在太可怕了。前面是个什么怪物啊？我到现在没找不到石头了，又找不到石头了。你这好歹是个新手村，让玩家轻松点呗。找石头，想找石头也找不到。奶奶个腿的，这什么怪物啊？弄完这只怪，要么我去世。我镰刀能割你吗？这是个橡皮刀。哇塞，他这游戏居然连像的菊花都做出来了。他奶奶个腿的，说你不细致吧，你这又做细致了。确实像的菊花是做了，虽然有点塑料形状。我砍一下试试。干什么？有脾气啊？有脾气啊？有脾气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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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你都不会转身的？干什么？哎呦，我活着没有？今天哥们儿吃点烤香肉。你受伤了，你需要接受救助。莫忘人终有一死，将在一秒后重生。哎呦喂！啊，捡尸体。算了，我明天玩帝国神话算了，这个太吓人了。这帝国神话比这成熟一万倍。退了，我算了。不是，连睡觉动作都没做，有点那个了。进来先爆炸一次。游戏大小，而且五十多个 G， 将近60个 G， 太可怕了。这不知道游戏做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感谢 D 啊，谢谢 CK 啊，谢谢 Lemon。谢谢未见遇见再见送的点亮，感谢 Blue 猫和你为什么生气，谢谢笑之鸡腿拍肚皮多魔送的点亮，感谢妙美女和明了送的点亮。这个太吓人了，我明天玩帝国神话了，我受不了了，这玩意我真受不了。嗯，太离谱了，这个太离谱，真的，这游戏整体制作太离谱。帝国神话好像改进了很多，我看了一下介绍，帝国神话改进了很多。帝国神话原本上的时候就挺好的，但是那游戏，那游戏怎么说呢，就是个吵架游戏。我单机版和那个再体验体验吧，感受感受全新的内容，这肯定比这好太多了。帝国神话就是原版的都比这强太多太多了，三年前了吧，三年前了，得有三年了，比这强太多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好意思卖钱。退了退了，给他删了，还要占五六十个 G， 简直离大谱。巴拉托是什么东西了？我就想起那个时候一白发玩帝国神话抓了匹马，好像卖了两个 W， 挺牛逼的我的。哦，他抓了马之后在那配种。46和48.6，这什么东西了？这昨天鸭师傅玩的呀，我看到的呀。不是，这东西能比电子斗蛐蛐好玩啊？好评如潮，2003，是一场循环不息的扑克之旅，令人陶醉的策略构筑游戏当中。不用不用，我喜欢跟兄弟们斗蛐蛐。虽然这游戏可能不错，但是我喜欢跟兄弟们斗蛐蛐，比斗蛐蛐好玩啊！这个有多少人一起玩？能多少人一起玩这个？斗蛐蛐看不懂啊，这个比斗蛐蛐看不明白多了。斗蛐蛐不就是给你的蛐蛐武装起来吗？单人肉鸽，总归玩水友厉害，玩水友更痛快了，总归得玩水友了。单人打牌没不用多弄，斗起来，总归斗水友有意思了。我跟你说，游戏再怎么好玩，最终啊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与人斗其乐无穷。哎，打牌这种东西跟电脑打没什么太大话头，与人斗其乐无穷啊。斗蛐蛐是时候更新了，没事。昨天年子说了呀，那个修复了呀，现在那个爆炸流可以无限搞了呀。我们今天长短密码交错吧，好吧。一把长密码接一把短密码，长短密码交错起来。这一把是长密码，下一局就是短密码，下一局密码就三位数。
这局密码有点长，大家自己输吧。本来听水友嘴硬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呀，也是斗蛐蛐的乐趣一部分呀。听他们嘴硬，然后把他们打到不说话。感谢哑巴湖大水怪，谢谢一枚，谢谢肥肥蜗牛，谢谢卡奇托利泰，谢谢小白送的点亮。没有汉字啊，今天不打汉字。各位美、哎、来了来了。好慢的速度。喂，连上了没有啊？连上了，不是更新了吧？说那个就是爆炸，牺牲爆炸不会出 bug 了，随便用。现在牺牲可以放心的拿了。他自己偷偷更新啊、哦？那我无敌了，我无敌。你打了这么多局，一共连赢了两位数第一名都没有，你好像至少有五天没吃鸡了吧？什么？我这么低的水平，你好前天不是混沌吃了一把吗？我混沌把把吃鸡，我不想玩混沌。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我爆锤你！根本就没有人看见啊！哦，吃鸡次数两位数都没有，也能拿出来吹牛逼的？怎么没两位数？秋子才没两位数。对啊，你一共八局，秋子一共四局啊，两个都是。什么八局？我十一把，好吧？你怎么菜还不承认呢？你这人玩的少了，玩的少了。感谢运气极差戴某某，谢谢小白号，谢谢 CZ 送的点亮。爆炸魔法伤害可以暴击吗？可以暴击啊，只要你有那个恩赐解脱，恩赐解脱不管你什么，他只要放出去就爆炸。啊，那个米拉的。放心玩，哎呀，放心玩。趁啊。不是聚魂只赢过八局啊，他没赢过十一局，他胡说的呀。什么没赢过十一局？你把你八局的截图拿出来看一下呗。别吹了，聚魂，你只赢过八局。我直接发 YY， 我 P 都不用 P。你发？直接发 YY。我发了，我发了。我诚实男孩，我怎么会骗人？我不求子。深渊银河玩过没有？玩过了。我不是求子，我诚实男孩。昨天哦，今天偷偷玩了三局，把自己的那个身长拉到两位数了，是吧？两位数身长就出来吹，就出来开始吹了。我上班的呀，我怎么玩的？上班的时候你在那边混啊，摸鱼啊，边摸鱼边玩这个。摸不了，摸不了，要被罚款的。这个弄个小仓库放在角落里摸，谁知道了？没人知道的。什么？我那上班全是内网，没有外网的。我直接没有外网手机远程电脑。搞手机，你来游戏机玩的呀？我直接揭发你。你开的热点呀，我看到了。没有外网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内网呀？ 你懂不懂呀？你拿游戏机玩的，我直接就揭发你。麻烦游戏机记我一下，文哥，快，你记给我，我马上玩。五、四、好、三、二、一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我也跟你拼了！要打点点，啊！我也打点点了。哦，是两年半，不是年年。两年半是两年半，年年是年年，不是一个物种。谢谢混沌社会第一印象送的点亮。没有啊，玩的新加坡服务器啊。为什么什么游戏都要玩国服啊？毛病。谢谢你替我喊的魔瓶，感谢聚魂替我喊出来的一个年魔瓶。今天我第一局用上魔瓶，幸福的我。真的。我举报有人用魔瓶了。谁？是谁？哎呦呀！啊，玩啥都会啊！操你个！他也是魔瓶专业户，动不动就拿魔瓶的。应该是什么拿了什么东西，居然拿了个随机捡十块钱的。另一个选择是禁用一个流派，太惨了啊！我也是禁用流派。另一个选择是禁用一个流派，我也没拿。
妈有人的名字叫各位把把没磨皮啊，这么溜的吧？对啊，进场的时候就看到了，确实来了两坨大的，特别大的两坨，这两坨大的有点吓人，我。超级巨大的两坨，我希望第七回合给我一个说法。你拍拍胸哪所谓啊？你想干什么？现在所谓好像人人都拿的呀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时代不同了。三。昨天的闪避闷吧。一。只是他很糊呀，其实很臭的呀。闪避闷吧太贵了。这闷吧。怎么不用武器敲人，用他的小蹄子踹人呢？这也太混了！有这武器不用，他非要用左蹄子去踹人，我很奇怪的。这么大个兵器，拿盾就完事儿了，拿盾。这么大个兵器不用。因为守卫前期就是提升很大，前期守卫的提升非常大。就这么一个原因，没有其他原因。感谢自由城修车佬修老板送的一个保时捷。十九，感谢牛逼大金运潇洒帅无敌的自由城修车佬大帅哥，祝修车佬修总大老板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。祝修车佬大帅哥老板迪克大大玩的什么流派，我把刚才麦克风禁了，我看到他们很多人选守卫，我帮他们一把，我玩一个肌肉守卫流，因为大家一起刷守卫卡，守卫卡会乱出的，所以我决定先玩一个肌肉守卫流，先帮他们一把。你看这个人坏不坏，他说你看六六八拿什么你也拿什么，你看坏得很。我谢谢大林和绝对直送的点亮，祝修车佬老板博成撑到喜马拉雅山那么高。感谢自由神修车佬大帅哥老板又送的十个点亮。游戏玩了这么多天还没玩腻吗？因为这么多天也没有出什么比这更好的游戏啊，实话实说呀，就主要这么一个原因你知道吧。我等了一周他都不更新。问就是快了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他按理说应该会更新很快的，三、游廊里的游戏。他不是说月之底的游戏更新都几个月一更吗？这么慢的吗？没玩，我以为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家伙，人点完外卖呼呼大睡，直接睡的人不省人事，我以为。我想我这是没点过什么东西，我啥都没点。好家伙，坏了，我打不过。
谢谢长意绝对值大林和似水流年送的点亮，感谢天霸大肘子那人那时送的点亮，这军团给我乱组，谢谢我爱吃十六和意义游天下送的点亮。啊，我怎么只有这点血了，干什么欺负老实人是吧，好小子，我让你们欺负老实人，我花钱，我消费，我 shopping。 哎，我买东西怎么会点到右边去的，我这老年人真的是我受不了了，我是个老年人，完了，多花了好几个博，坏了，这军团有毛病。十九，一张卡没买到，多花了好几百，好像没闪避，我可以不用避中吧，年年。四三，肯定不用啊，没闪避。一，没闪避哪来？哦，你说拍拍是吧？又一个毛病，两个毛病、啊。游戏名叫电子斗蛐蛐，画面右上角。感谢猪猪头像送的点亮，谢谢对三幺不起和拖 SZ 送的点亮。糟了，你拍我好像有点疼啊！过去也都没你多，我怎么捅的？抓钱！抓我的回来！抓钱！好！瞪大我的连射！好！拍拍我前期这么厉害、啊，我普攻流啊！糟了，个头这么大，被人暴揍。这咋整的？我这第一个道具也太差了，随机装置没有比这更差的第一个道具了。十九，天赐筹码也挺差的，说实话。六五四三二一，直接随机随起来啊，这么抽象的。接下来把所有的一切交给命运啊，这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，走到哪被人揍到哪，这把已经走远，是走远了呀，第一回合给什么随机装置，这怎么玩了，这还能玩下去的，每轮都选第三张是什么意思，这么猛的，我打他一滴血都不掉呀，我吐了，就这么猛，我刚被他乱锤啊，我头都被他打爆了，就这么猛怎么办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哟，十九八七六，完了，打野怪我乱花，四三二一，直接少了好几十，我希望打完野怪我能弄点人，那个小丑牌游戏就62MB， 小丑牌游戏62块不是挺贵的吗，不是62MB，你说容量是吧？大小、哦、游戏大小，我以为你说卖62的啊，人民的。打算下完这把我就去玩玩。不是说只能单机吗？等了一周他都不更新，但挺好玩的。昨天鸭叔不就玩的那个吗？啊，就那是你在跟谁说？鸭叔玩那是 demo， 不是哥没开麦。北伐什么北伐？你遇到这军团给你头打了，也北伐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云交流，对，云交流是云交流啊。你歪歪没开麦啊？他歪歪没开麦的呀。进行了一波云交流。好好，刚才吃饭之前在开鱼师傅玩、啊、一坨 shit， 然后回来就一斗上来了。这个两年半双指甲自爆啊，我操你哥啊，第11回合双指甲自爆啊，
蹭啊，直接给他炸飞了。那你还玩屁啊？你别玩了。第十回合双子加自爆，你还玩什么了？感觉你已经用不着玩了呀。头已经飞出去了。十九，肌肉大不大呀？七，不大呀。六，啊，已经剩20%了。不大呀，确实不大呀。啊，这奈斯还有灵魂链接啊，真有你的奈斯啊！云哥怎么会有自爆的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看你们都玩守卫吗？我也一起玩呀，我一起参与一下呀。人多力量大是吧？啊，人多力量大呀！他们都玩，我也玩。是啊。他们都玩守卫，我也一起玩呀。干什么了？这几个守卫都很吓人啊！我只能说很吓人。一起玩呀！要玩没一起玩了。自己独玩什么意思了？没意思的呀。你说玩不好了。管他吓不吓人，一起玩就完事儿了。这云师傅这书猛猛读，完了年子赢了，他拿A仗了，结束了游戏。估计把钱花完。A仗没那么好，我感觉。他已经刷了三张金卡了，他刚才很多钱的。花完了。他拿到A仗直接刷三张金卡，昨天我在野队白虎，连个屁都没有。我